这个是我们山里的许芹菜。哦，对呀、啊，太多了，这么多。那个吃腊肉一点和吃辣香的，采一点回去炒腊肉吃。你们看，这一片一片都是，这不会烂吧？吃腊肉的，没有，别冷，别哭了。我还就会吃的掉啊！这个是我们山里的许芹菜，我们拿点回去炒腊肉吃，特别好吃，也可以凉拌吃。